下，看一下，看那个瀑布，要碰到那个，看那个瀑布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看它这样子，落差，闪亮吗？嗯，什么都没有拍那么清楚。他们这边为什么会多那个石头的问题？大家能够生存，一定是鱼很多。你来看这个瀑布好吗？哦，你看看这个，哇，那个金石很大。你要像看这个落差哦，你要想象人哦，站的话就是这么一小小块而已。丰沛的水资源，这个岛如果能上去，那不得了。很多人说，很多人藏在这里。对呀。这里不晓得，这个都是所谓地壳运动所造成的挤压。很漂亮啊。嗯。另类。一些沙滩这样子，就是一个。比较小的那种平台啊，那种荒岛求生就是类似这种情景。他也要吃那个淡水。他又有洞穴。对啊。嗯，你看那个明显，你看那个海浪打上去。对啊。一片的那个，也不敢说是沙滩，可是就是比较平整就对。有一个地可以，他如果到船开到那边的话。而且你看淡水那边取又很方便。嗯。海盗肯定在那边登陆。然后抓些鱼，黄金宝藏已经藏在这附近。我们先申请离船好了。这边也是啊。对，这一块也是。你看这边。那边也有一个瀑布啊。